现在我跟你重新商量，还要看你的脸色吗？在这个家，我算什么？现在是我算什么呀？啊，他们来了之后，你天天跟我吵，我问你一句，啊，现在是一个跟你吃了几十年苦的老婆重要，还是这些几十年没有跟你联系的亲戚重要？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两回事嘛！别无理取闹了。 我无理取闹，这个家我不管了，就装还给你。我现在就走。你，哎，婶婶，妈，您别走啊，你们留下，不准去，都不准去。爸，你还是把妈妈追回来吧。哎呀，还不快去看看妈！啊，妈，你还是快去把妈追回来吧。什么？ 那你也帮我出主意了，你吃了你妈的迷魂药，你心里就知道向着她，你姓刘的应该留下来跟我一起。我知道，可是爸，我求求你，这把妈追回来，千万别出事啊！走吧，走吧，啊，走吧。好，我看看她能跑到哪儿去。 奶奶，奶奶，有话好好说。有话回家去说。我不要跟他说，走走走。爸，你去，去劝劝。奶奶，妈，快去。奶奶，妈，妈，你看爸都在那等你了。你先下来嘛，下来好好再说呀。妈，爸不是故意的，他一时性急，你还是下车吧。啊，听到了吗？ 爸，去劝劝妈妈。你倒说句话呀！得您说话呀。先别管他，过一两天他就会回来的，由他去吧。奶奶。 你看见没有？人家嫌我呢，你还不快开车开车呀！开呀！